赴英 CP 吴谨言同许凯呢日就同以情苏星趁住中秋节嚟到香港同香港嘅粉丝见面。哇！郭丽娘娘，请入场。凭住艺英落一角而爆红的吴谨言，最近就有传广告身价已经暴涨十倍啦，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就是戏和广告，就是还是公司还有我都是看着角色和剧本来定。所以有价钱有提升吗？听公司安排。咁自己又最想同边位香港的演员合作啊？很喜欢，当然很喜欢像刘德华老师，还有梁朝伟老师、张曼玉老师，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愿意，然后包括如果延禧二再开机的话，很期待跟佘诗曼曼姐能再一次合作，非常好的演员。至于许凯前一日来到香港的时候就对 fans 很冷淡，还全程黑面，不过许凯就这样解释。我也很抱歉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昨天下飞机的时候有点累，因为最近一直忙通告没有休息好，所以就在飞机上我是直接是被叫醒的，降落了我都还没醒，是被叫醒，然后叫醒之后我就懵懵懂懂的就下了飞机，一出来就见到这么多人，我就觉得很惊讶，很幸福，但是我有点身体上不舒服，因为前些天忙得太累了，所以我就有点低着头了，对，可能让大家误解，抱歉抱歉。